这是他的歌词。凶狠冰冷的三月，奶奶扰乱我的世界，天使也有 A B 面，说的是我。天使也有 A B 面，这个有点直指 baby 的意思。三月只是一半，一月十五号啊。三月只是一半，那就是六月呗。啊，对啊，哎呀，是六月，六月也不是我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是个藏头诗。陈宇，华晨宇。哦，是你。哦，凶手陈宇。是也。我的天哪，原来连起来哦。又是你。那这个挺有意思。哇、哦，那就结束了呀。又是你，天哪！说。不是我。跪下。都写着了，凶手陈宇是也。不是我，我冤枉。我们综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线索，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内心最怀疑的人。我觉得我想解释一下，首先我没有要杀他的动机，因为我心里面很爱他。爱人之间的凶杀案还少吗？你只是不想让他上去比赛，因为他比赛拿了奖以后就会比你出名，然后你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就不会长久，所以你想着不让他上台，然后他就不会拿奖，你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。我希望他能成功。还有一种就是你爱我不得，爱而不得也是一个、爱而不得也可能。但我想说，我们上一个验证环节的时候、大家一直都没有解释清楚那个高跟鞋的来源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首先凳子踩塌了，那证明这个人可能在体重上面可能略微的占有一点点优势。他有可能是前两轮说的，有没有可能是用手放在了高跟鞋里面来假装是一个女人在走路，但实际他其实穿的是平底的鞋。花花和我确实也嫌疑大，但是我是觉得买奶茶的不能脱离干鞋。现场只有两个大豆，一个奶茶，一个电话，所以凶器就在这俩上。我看出来一样东西了。等会儿，小童有发现。三月只是一半，你看那个是那个偏旁，沈腾哥名字的偏旁，三点水和一个月，是不是？也许三月只是一半，这才是真的答案。这个对了。三月好厉害呀！不是，凶手陈宇是也。不，太多虚假。这个没事儿。才是真的答案。也许三月只是一半，这才是真的答案。神之一法。肯定是你。不管是不是你，我们这群老娘们还不能把你脑子上逼住你了。你们只尊重这些小童的一句话，暴露了，又吵吵暴露了。不是吵吵了，我是什么身份，我都要据理力争。因为这里面只有沈腾哥一直在甩锅，他没有真正在分析凶手。你错了。你看我已经非常的不是凶手了，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证据，我的证据就是奶茶，摆明他不是喝奶茶导致的昏迷，但你还在拉我进去。你觉得买奶茶的不能脱离干鞋，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凶手的心态。这你先站在台上，上吧，就是你了。不是、啊，给他抬上去。不是。哎呀，被五个女生生生的扔了上去。你说说，你们呢？听话都不听音儿啊！你们从来就不听任何人给的有营养的信息，全是自己在凭直觉在猜。梧桐啊梧桐，你为什么要出这么一期节目？聚集了这么一堆人，不带人身攻击的啊？不是攻击，梧桐确实有他的问题。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找出凶手的可能。唯一，如果不是腾哥，投他的人都要发一个微博说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。还跟我有一句歉意的话。
哦，你要是真的是呢，是凶手，那你对我们一人说一句歉意的话。可以啊，都认同啊。让我们静静等待五秒，五秒过后，如果响起高跟鞋声音，那大家的推测是正确的。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改没改变主意？让我们静静等待五秒，五秒过后，如果响起高跟鞋声音，那大家的推测是正确的。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改没改变主意？哎呀，我好犹豫啊，怎么办？哎呀！你又骗我们！直觉很重要。哎呀，好失败呀！哎呀，露娜呀，这次让你来参赛，公司主要就是想栽培你。你的深呼吸式唱法广受好评，至于你的师父沈腾，那种循环式唱法早已经过时了。你将是未来之星，至于那个沈腾，就让他疼去吧。加油！谢谢理事长栽培，我一定努力。看好你，看好你，我看好你们。慢走啊，董事长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些花儿真漂亮啊！露娜，很荣幸这一次能和你合作，我一定不负这次机会。哪儿的话，大家一起加油，是吧，沈腾老师？是是是是是。咱们那句歌啊，应该这么唱：首先深呼吸，吴曼老师该上场了。吴娜，吴娜老师，吴娜老师，你拿高跟鞋冤枉女人，这是第一个。嗯，第二个，你把凳子踩坏 了冤枉我。然后还让花花打电话，这不够你折腾的呀。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小童的那个。我刚才一看三月，我一看是一半儿，我的汗都下来了。但是腾哥任务都是完成了啊！还记得最后的惩罚吗？腾哥，请发 N 个微博。刷条微博。我感觉这期好好玩啊！喜欢加入我们女人帮吗？喜欢。再次恭喜其他获胜的所有人。